东汉末年，汉地不仁，九州割据，诸侯剑指皇权，终至地心陨落，阴阳大乱。董卓与邪魔为伴，欲借魔气御龙脉，侵伐九州，以海四方。刘备心系苍生之位，岂得神力断体，噬咬诸晋，天魔乱荡。决战洛阳之际，刘备民心所向，魔军节节败退。董卓施心魔秘法，乱关张二将之心智，神魔乱战，天地变色。然董卓借此悄然而退。拜武。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
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五守之城，必坚如磐石。岂能因私而忘功？愿听指挥。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岂能因私而忘功？愿听指挥。岂能因私而忘功？愿听指挥。岂能因私而忘功？愿听指挥。物虽年迈，宝剑上锋。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
岂能因私而忘公？愿听指挥。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？五岁年迈，保剑上风。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四而忘功，愿听指挥。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俯首之城，必坚如磐石。
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吾有降将军也。固守之城，必坚如磐石。我州但有断头将军，吾有降将军也。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。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。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。岂能因私而忘功？愿听指挥。烽火赤壁，狼烟四起，为你谱一曲乱世长歌。固守之城，必坚如磐石。
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审时度势，谁能所任？孔明，这次可有计谋能超越我？枪如惊雷，照一身肝胆。五手之城，必坚如磐石。